就跟姐姐拿珠珠。双局。好，一人先发一颗四字手气。一颗四字手气哦。好。这里吗？对，请他吃一颗。这里吗？对，请他吃一颗。没？没。没对，这么快，弟弟上面那个洞不是下面那个洞，上面那里，这里哦，跟没对，我还以为是这里，按按这里，按这里，好 shoot， 哦哦，没对，没对的话就请出大魔王哦。大魔王会用99颗球，在30秒内。我上次就是弄这里。我丢，按你按，你按你按。是哦，弟弟好可爱哦，弟弟中了。我丢。弟弟你有两颗。弟弟你中了。弟弟手气不错，等着你按就好了。超灵。我就知道我丢两颗哦，要按滴滴，差一点，又没丢。你会讲台语的，按。好，我丢。你又没丢。要不要换一台看看？你又太大力。要不要换一台看看？我想要。我弟弟又中了。哇！弟弟。一次一颗就好了。弟弟一次。一次一颗才会几率会比较高。弟弟先按灯。按灯才是重点。啊！啊，没啊。你把它全丢进去了。对啊，他一次丢四颗。一次一颗。要练手感，我差一点了，一次一颗，你问一下，好棒，弟弟一次一颗，那我不要给你了，一次一颗哦。晨晨的运气上次用完了。